一名威斯康星州的长者把超市的停车场变成了游乐场碰碰车的赛场。他虽然造成了11辆汽车被撞，不过却不会被起诉。停车场的摄影机也拍下了这名长者撞上其他汽车的画面。在画面中，正是这辆在超市停车场连续撞上了11辆汽车的灰色箱型车，而他的驾驶人是威斯康星州一名92岁高龄的长者。在画面上可以看到，这箱型车正在慢慢的倒车，突然撞向前面的车辆。他不但没有停下来，还猛一倒车的又撞上了后面的车辆，接着又撞飞了一辆车的保险杆。这还没有结束，从摄影机的另一个角度来看，灰色的箱型车接下来又撞上了一辆正在行进中的红色卡车。警方表示，幸好事故现场没有行人，也没有人受伤。而肇事的老人家说，他自己也被吓坏了，不知如何是好。警方表示并不会起诉这名老人家，但是会检查他的驾驶记录。